在哪儿呢？哥，我到了，你人呢？这儿呢，你他妈眼睛瞎呀？哪儿啊，大哥，我没看着啊。这儿。你没事吧？你眼睛不好使啊？没看见球吗？我看到了。你看什么呢？我看球呢。傻逼！操！我的外卖！我他妈跟你说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！你瞎跑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人太多了，没找到。对不起啊。这都掉地上了，你怎么吃啊？没事的，这不还有一层包装吗？妈的，你吃啊！这有啥不能吃的？你把它吃了，我就不投诉你。你怎么着？想打架呀？你他妈敢打我！是。哎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好了，你们能不能成熟点？住手！彪子，彪子，彪子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回头有你好看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，彪叔？哎呀，我追你追得累死了。追我干嘛？这不前两天吗？救了俩小孩，你二表叔在新闻里看到了啊，都上新闻了，这不应该做的吗？你二表叔果然没看错，你打拼这几年，你二表叔都看见了，如今他想退休了，打算把企业交给你。你开玩笑的吧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收拾一下，明天去集团担任总裁。总裁？总裁？你们几个赶快给总裁道歉。总裁，刚刚对不起，实在抱歉。总裁，对不起。你明天不用去公司了，现在就滚吧。不要，总裁，我对不起你啊。赶紧滚，走。别，总裁，请，游艇在那边。还挺难找。哎呀，总裁来了。抱歉啊，表叔，我迟到了。没事，你是总裁嘛。不过这身衣服可不像个总裁呀。总裁，这是你的私人助理董东东。总裁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咖啡。哦，东东啊，我喝不惯咖啡。啊，那我给您倒杯茶吧。行，不要太烫啊。哎呀，咱们公司啊，主要是经营美女，这美女有点多，你小子可要把持住啊。这个，咱先说好啊，咱们要以工作为主。今天简单的把公司熟悉一下，你先了解公司。啊，嗯，好的。行，总裁，那我先下去了啊。慢走，表叔。嗯，总裁，那你想先去哪儿？老板，这是直播部。哦，这边请。这里是广告部摄影棚。总裁，昨天的事情真的对不起。没事儿，脸不疼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。你做总裁秘书多久了？我跟上任总裁3年了。那你觉得你能继续做我的秘书吗？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为您工作的。以后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我很听话的。哦。不管是工作上的问题，还是生活上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是吗？行了，我看上去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谢谢总裁。不用谢，给我讲讲最近的工作安排吧。好。
总裁，最近您的工作安排就是先了解公司的情况，然后还有两部互动剧的投资需要您来拍板。另外，您得为自己选车和豪宅，以及我为您定制的健身计划。嗯，哎，你说的互动剧是什么？是这两个，您看投资哪一部？这个吧。好的，总裁，我现在就去落实。好。老板，有空吗？哎，尤佳呀，进来呀。你要是今晚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吃个饭？啊。老板，尤佳也在啊，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有事吗，齐丽？哦，是这样，我想请您吃个饭。今天你给我拍的写真已经出片了，你不想看看吗？总裁，今天的工作都已经处理完了，我订了一个餐厅，您今晚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总裁，昨天的事实在是抱歉，我再给您赔个不是。没事儿，我没往心里去。总裁，真是个好人。总裁，你以后有什么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需求，尽管跟我提。作为你的私人秘书，我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你，满足你是我的职责。进一步？比如你的尺码。尺码？哎呀，你现在已经是总裁了，我给您定制一套西服。你说衣服呀？怎么了？我穿这身不好看吗？哪有哪有，我是觉得私人定制更符合您的身份，而且您穿上之后肯定特别帅气。穿得像送外卖怎么了？我爱穿啥穿啥。老板，实在抱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事情。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？我平时就穿大号，具体的尺码我也不知道，你看着买吧。好。是个认真的秘书。那老板，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请求？说。就是你能不能给我加一点工资啊？我在公司工作3年了，一直没有涨过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做好你的工作，让我满意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。老板好。你好。总裁好。总裁好。好。总裁。总裁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总裁，这位是大米科技的雷总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雷总。哎，别，叫我小雷就行了。那个总裁，昨天发您的融资方案您看了没？就是关于汽车和机器人的项目，我们总裁已经过目了。想起来了。那 ，Are you okay？ Fine. I'm very very okay. Thank you very much. 哈，有点意思。老板，我给您定制的西服到了，您试试吧。行，你先出去吧。这他妈也太不舒服了。东东，不行啊，这衣服勒得慌。老板，您不用把每个扣子都扣上，而且你的扣子扣歪了。啥？哎，真烦人。
你帮我弄吧。哇，老板，你果然收拾收拾就秒变大帅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领带。哎，行行了，大惊小怪。想当年，我也是黑桥村村草。那我给您倒杯茶。就。我觉得你以后在公司也应该换身衣服。我这身打扮不好看吗？嗯，配不上我的身份。那我应该穿什么？你去整一套这个，以后在我的办公室你就穿这个了。好的，老板，只要能够满足你，我穿什么都可以。总裁好。总裁，公司按照您的要求给您配个车，您看一下你想开哪一辆。身衣服没想到这么帅哟，难怪今天下班这么早，提新车了。你们怎么走？我今天限号，正准备叫朋友来接我呢。我家就在公司附近，我骑回去。哦，我得赶紧去公交站，等一下下班就没坐了。东东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老板，你还是送两位姐姐吧。我说话不好使是吗？不是不是。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不许多嘴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多嘴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家在哪儿啊？怎么走？老板，其实我不是要回家，我要去一趟酒吧街。酒吧街？去喝酒？不是的，我去见个朋友。行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就是这里。老板，谢谢你了。客气啥呀，注意安全，别喝多了。放心吧，老板，你也注意安全。嗯，拜拜。不能喝酒，一会儿还要开车呢。东东，去卖，你不肯，偷着跑到这儿来卖来了啊！各位大哥，我这个月结账了就给你们，求求你们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还！这事儿跟你无关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不然我砸了你的店。我
求求你们，我发了工资就还给你们。东东，老板，两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？你他妈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你知不知道他欠了我们10万？我是他老板，不就10万块钱吗？哟，英雄救美啊！你今天帮他还了10万块钱，我们马上走。老板，不用。东东，把账号给我，我这就安排。明天中午之前到账，你们现在就滚。你，明天钱不到账，看我不找你算账。你等着，走。嗯。喝点水吧。老板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你是我的人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今晚别跳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送你。可是我怕他们还会来找我。那这样，今晚我给你订个酒店，咱们明天就把这事儿办妥了。行了，就这儿，去吧。老板，没必要订这么大一栋别墅吧？哎呀，先凑合一晚吧，去吧。老板，你不进去吗？那行吧，那我先陪你一会儿吧。老板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哎，没事儿，东东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要不你别走了吧？啊？还怕什么呀？一个人啊。啊，这你难道不想吗？想想想啊。老板，你想什么呀？啊，我想，我先刷个牙。老板，小吃在地上。老板，我去，这是搞团建啊。老板。来啊！
裁，你能帮我们涂一下防晒霜吗？东东，我先帮你擦吧。不好了，老板，有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主播，名字叫做尤家前夫，发了很多佳姐的负面评论，现在都上热搜了。啥？前夫？哎，不让你进！开！哎，大家快看啊！就是这个女人，不仅婚内出轨，而且啊，现在和她老板勾搭在一起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来，给我看，就是她，这就是她老板。我操，长得还他妈挺帅的。你是见人传媒的，是吧，东东？你现在让财务立刻马上买下建人传媒，然后把这个逼给我开。好的，老板。你个狗巴，你吹什么牛逼呢？我可是建人的扛把子。哎，老板，开了。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不，喂喂，老板。哎，大哥，哎不，老板，你别开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，行不？那你立马从我面前消失，别他妈再让我和尤佳看到你。哦，好，消失，啊，消失，我现在就消失，哎，我现在就消失，走。好了，没事了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给公司带来了这么多负面影响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开除了吧。老板，爆了，热度爆了，所有人都在骂这个前夫。好了，你继续直播吧，把这事儿跟粉丝交代清楚。哎，做总裁也太无聊了。总裁，进来。总裁，我按照您的要求换的这身衣服。嗯，不错，过来点。我喜欢。再不把你交出来，砸了你们公司！交出来，我去看看。让他出来，快点啊！就是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往前，往前。听说你会跳肉舞，我不是已经还了吗？也给我们跳一个，行不行？怎么回事？保安呢？老板。嘿哟，这谁呀？这是？你是他老板是吧？这娘们还欠我们50万，今天不还钱，公司别想开了。什么？50万？我之前就借了30万，已经还了40万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越还越多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借5年，利息60万。赶紧还钱！行了，你们别闹了，不就50万吗？我让财务给你们转过去。老板，只真的50万？哎。我不想重复第二遍，你们想要钱的话，就赶紧去楼下找财务。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走走走，谢老板大谢，走走走。等等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胆敢再找东东的麻烦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得嘞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赶紧滚。你怎么借了这么多钱？我刚毕业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开了个舞蹈工作室，借了一笔钱。后来工作室还了，就转行做了秘书。可是这笔钱怎么还也还不起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嗯，谢谢老板。你放心，你帮我付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。以你现在的工资，还得做好几年秘书。你是不是还想跳舞？再过几年，你跳不动了吧？这样吧，回头我让直播部门给你搞舞蹈工作室，说不定你很快就把钱赚回来。
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偶尔来陪陪我就行。有好活，100一小时，速来。老板，今晚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老板，我也想请你吃饭。这样，我请你们吧，大家一块吃。啊，坐呀，站着干嘛？老板，那我挨着你坐了。那我也坐老板旁边。你好，请问各位喝点什么？你们点吧，你们喝什么我喝什么。来一瓶95年的兰菲。我喝茶就行了。那我来一个椰子汁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请慢用。老板，我先敬您一杯，感谢您对我的照顾，还有付出了那么多。老板，我也敬您，感谢您的栽培，感谢您今天对我出手相助。老板，我也敬你，感谢你今天教会我敬。东东，别客气，照顾你是我应该的，也感谢你最近对我的照顾。超过了3000%，嚯！老板，您真有眼光，这不得庆祝一下？那当然，公司给您安排了一个假期。还有这好事儿？嗯，您还可以多带一个人，你想带谁啊？嗯，让我想想。不用报答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做自己开心的事，看着你实现梦想，我会很开心的。可是我……嗨，别想那么多，来跳个舞吧。
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东东。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但愿那时我们还能相会。再见。法离开我的，东东，别走，好吗？